指导线电流的磁力线。我们将电线缠绕了八圈来增加磁场的效果。导线接上电源供应器后，将电流加大到2A。此时导线上有16A的电流。接下来，小心地在导线周围撒上铁粉。轻敲平板，使铁粉的分布图形更明显。最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指导线周围的磁力线分布是同心圆，越靠近导线的铁粉分布越清楚，且间隔越大，是因为越靠近电流磁场越强，